把这个产品给我看一下，一百一十三秒钟。哦，这个产品不错哎。进了冷却水，就这里，这个进到中间了，这些东西会出来吗？不会说这么厉害。就把这个冷却水和清凉水往下接冰，这个没什么。到时候你图纸要搞给他。不。
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。他刚才那一摸压力加了一下，加上去。然后你全程时间，咱全程时间调这个拍一下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你拍过的。这个一片不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那是你调的，还得有一样的，他这个上面的时间，你这个还要追老总。他这个开着不停的开着，时间多少？就是说。 那边不能卖给他，拿产品太利润了，我跟你说。那反正钱，我把你的我不给啊。你去这家店拍了一下了，买不完，我就去拐子拐，拐了多少料？啊，要么我来拍你拿一个。体验一下。对啊，人家这么辛苦，这么快的，是吧？这不是我该干的。完了，不是他这个范围之内的。 超市了，现在随便你搞了，都不会超过100。啊，100一斤。每个人说你不会搞，不会超过100，要不然不要。因为你超过了，我就担心你，我担心你到时候时间不够，要是不够了，对，都在这里。都在那个，都在那。啊，那个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开了。你还要干？他为什么他的价值拿的是没有公平？一定是。 不是，对，连这里都可以，这里分开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自己也这个样子也是这个，都可以就好了。现在你那个油缸不这个顶出来了，不会把那个杆给你拉坏。这样呢，没有车间的，要是敢差一点，没做出来时间不到了吧？紧的话，紧住肯定又紧有的。完了紧的话就拉的时候时间不一样了，是松的话一下拉出来了，还是先过来。 啊！7分钟了。都通过来看了一下，这个好耶！这个不会。还有多少料？还有人家了？还有。这个不，所以叫他刚修开关就是这个原因。自己这里。 他不同意。这个玻璃碗。你他妈的吧！你说他的一个人头，你说白了，他就是。他以前不一样的。他是不是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不是。不是，这个通过的。哪裂了？哪裂了？ 不是裂掉了以后，他要重新。哎，这个人我养的都比你都不差的，叶子都要比他一个厚几个。我感觉有点胖。不吧，不溜白了吧？他这个结构都是他走了拍场所，然后他就。那个情况时间，让时间等一下他。 那，啊，循环时间看到没？啊，收购彩，收购彩，118秒。泡沫，充气。 拿产品，拿产品，老的。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就别说白了，以前超过四块钱，老子让你超过了，他超过四块钱，还有这个，我还在跟他老说。
这么大了可以了啊，然后调节不轻一点的，大哥。这是哪个手机啊？我们是不是不熟悉就插在电上了？那我打的没有。但天地的不是高压了。行。嗯。可以了，暂时彻底干一下。你是领导了，应该不要发低啊。啊。可以了哈，关了。这门没亮了，下。